这都是排队 pick up 苹果手机的人。今天是可以 pick up 的第一天。它这个放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。那这个其实都是假的手机。Vision Pro。Hello, Apple Intelligence。这个也是假的，不是新机，但色彩还可以。我这次选的就是纯白色，我还是没有去跟风要一个新的配色。它这个是 Plus。它有一个颜色还挺好看的。你们喜欢哪个颜色？这有点像土豪粉。又一批人过来 pick up 啦。来录一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一个最新的开箱。那就是所有的了，电池片、数据片是 Type C 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说明书吧。这一代还是跟上代一样，它没有 SIM 卡，只有一个 eSIM， 所以在设置的时候直接要激活 eSIM。